你们两个前两天有没有看那个神舟十二号返回地球呀？看了看了，看得我热泪盈眶的，感觉宇航员太伟大了。是啊，其实不瞒你们说，我啊从小就有一个愿望，我想当太空人。哎，我也是，我想去月球上看一看。没错没错，我啊想踩在月球上，不知道那种感觉会不会和地球上一样。当然不一样了，月球表面可没有地心引力，可能你蹦一下就飞起来了。哇，说的我都想去月球上看一看啦。哎，谁说不是呢？胖丫，你们俩别看我啊，我可没有那本事把你们两个送到月球上。胖妞，我们三个之中你最聪明了，你想想办法吧。想办法？嘿嘿，只能这样了。哪样啊？自己做呗。这怎么做啊？你们俩瞧好了，先调一个水泥灰的颜色。这能行吗？谁知道呀，颜色是差不多好了，把它做成月球的样子。胖妞，这月球是圆的，你怎么把它给摁扁了？貂蝉，我不把它压扁，咱们三个怎么站上去啊？啊，胖妞，开什么玩笑啊，这么小块粘土咱们三个人怎么站上去啊？就是啊。哎呀，我都说了嘛，你们等会儿就知道啦。在月球的表面做一个坑。大家好，我是宇航员一号小胖，今天我已经成功登上月球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宇航员二号小仙儿，我也成功登上月球啦。嘿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宇航员三号小雕，我也成功登上月球表面啦。哎，小雕，你怎么在月球上练习倒立呀？就是啊，这不是月球上没有地心引力吗？赶紧把它倒过来。好。第一次登上月球，心情好激动呀。哎，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发现呀？有发现，我发现这月球上有大大小小的坑，凹凸不平。还有啊，我发现这比地球上要冷，有点冻脚。当然冻脚了，现在是月球的晚上，它的温度有-183度呢。哦，哎，不过我觉得坐在这儿还挺好玩的。你是觉得挺好玩的，可是我站得腿疼。还有我这个背包可重了。大仙儿，你开什么玩笑呀？月球表面可是感受不到重量的。就是啊。我就是开玩笑的。哎，我要去前面看看。我也去。我走两步。哇，你们呀，我走一步一个大坑。哎，你哇，真的是呀。